你令北，换一下，不要小地图。为什么我是？啊，这个逼还陈胜一昨天晚上我干了你谁赢那种感觉，就像令北，哈哈，喝多了兄弟。我没有晚上，昨天晚上一直喝。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要靠喝酒来维持友谊，我是真的担心。这特别那种劝酒的，我特别反感。我昨天晚上我也他妈的，要我以前的脾气，昨天晚上这帮逼都得死。一个个都来劝酒。我是觉得别人爱喝还好，别人能喝也好，那劝酒是我是真的很讨厌。啊、不磕不给你面子，老子一酒瓶甩过去，不给就不给，再见。你们没看到我穿衣服了吗？三姐给你衣服。难道你一直不穿衣服吗？看这个了，这个外套。季老子。昨天我最气的是，我说我不喝酒，年少君也来敬酒。这个逼根本就喝不了酒，我一生气我就给他来了半杯，来干了。但是也跟我说的不一样了。令北是什么呢？他不能喝，但是这个逼往死里喝。啊？走了，是不是？昨天喝的可要命了，我劝了劝，拦都拦不住。我昨天没喝多，昨天就喝了两杯。不止两杯吧，兄弟。你要算小杯子，肯定不止两杯。小杯可以忽略不计。小杯我就没算合格。哎，昨天我发在群里面给你们看那个视频，你们看了没？我看了。屌啊，兄弟！我操你妈！哇，那个平底锅，那个制作水准高啊！我告诉你吧，打击感够啊！我等一下，连路飞都出来了，我等一下放给你们看。哇，真的太优秀了那个视频。那一对摇头的估计就是我们。看着目瞪口呆，为什么这个人那么快啊？怎么这么快啊？快有用吗？快有用吗？兄弟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人多？我们四个人。干他！我去干他去了。干一下。去吧。开门出去了。门口。他幺六有屌用。有药吗？我没有。对半还是兄弟？你以为暴躁不给你吸吸哈哈。哎呀我操，放枪，我的火盾被人捡掉。慢点，不急。哎，绑一绑吧，冲兄弟冲，拳击馆。龙是不可能冲的。我是不喝酒的了，因为没有枪噻。哎，这女人，我喝酒是因那种喝不嗨的人，跟我喝酒很无聊的。我喝酒的时候都是那种属于看戏的。这边防具人，我去拳击馆。目前来看，好像拳击馆没人了。这边有人，飞哥那边也去人。上北有人吗？林北。哟，优秀的男孩。去。就一个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。怎么这么毒啊？忘不了，爱的爱，但结局难更改。我没能把你
上来。不下来，更不像小老虎。就算孩子再长个妹子，咋成了？你们咋今天不说话了呢呗？期待的。嗓子哑了。未来。而且蓝大飞前面不是说不让说话吗？那幼稚的男孩。谁的脚步声在一楼啊？噼里啪啦的。哎哎！哇！我去！再一种。我再一种吗？你现在是那么差的吗？老雷枪，老雷枪。来了，打西了嘞！对对，二楼。维克托，我装出来了。没有。没出来，没出来。左边，你们上吧。右边没人，炸过了。哦，你大爷，把我打成这点血，给我留点药，兄弟。兄弟，可以的，十一个急救包，一瓶饮料。啊！给我来个急救包，兄弟。没有啊。这 PT 声音什么、啊？你看我的血量，我基本上跟死人没什么区别。喂、哎，来个急救包，快！好、啊，在这里。你们不要问我昨晚喝没喝酒，喝了。等一下，站住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前面那个人，等一下。你怎么这么牛逼？带八倍镜的。我穿什么八倍镜九八 K 都有了吗？我还拿着 UMP、啊。优秀的男孩。你是飞球啊！男神醒救。是飞球，妹妹你就去玩阴阳。不要问我为什么。他开始乱发招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我今夜不飞。呀，在在。哇，我的声音好性感呐、啊，我都想睡我自己。又给你提下神。你对自己是有什么误会吗，兄弟？我去。有7.62的子弹。哇。听我自己声音了，听硬了。谁都想输。你他妈的，你的路点也太怪了吧，兄弟！谢反应的球。问今天如何才能忍着剧痛去健身房？什么意思？因为我的肱三现在宇宙无敌爆炸的，伸都伸不直。那就不练肱三。不练腿啊，我动一下我都疼。今天要练背。嗯，你肱三练的累，你就练腿。他说的是今天练背，因为上次是练完胸了，就又练了肱三，我基本废掉。我还好，我是这个样子的，我是练有质量的，就不想练那个大肌肉，练大肌肉不好看，因为我个人不喜欢很大很大那种肌肉。我身高嘛，才那个1.83米，就是说如果练那么大的肌肉的话，就忍住，练不好看。忍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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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他说。谁呀？不好看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小老虎，你笑什么？你说。哎，我鼻涕都出不过来，我还笑。你说嘛。反正就不想练得特别大块吧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这三级甲有人要吗？没人啊，那三级甲来了。上了多组数，超级要啊！哪个位置？三级甲，两件三级甲，两件三级甲，在这里，我位置在这个汽车旅馆一楼。我也要，我一级甲。You fucking kidding me！ 人家考拉叔赶小心切片。汽车旅馆一楼两件三级甲，多出来两件三级甲。么么哒。我先捡了一件啊。还有一件在哪里啊？
我知道不影响，但是我动一下我肯定能杀人，发力都足。哎，练过就知道有多辛苦。昨天晚上跟图图去健身，再跟上仓鼠王，我跟仓鼠王练得跟条狗一样，不对，就练了跟没练一样。然后我就扯大个嗓子说：“我练了呀，我练了呀。”交流好麻烦。他那个教练为了要做他生意，还要骗他，说：“哎呀，之前你不来，因为是因为我那个运动量给你增的太大了。”然后我决定给你减一半。嗯，我跟仓鼠王了，真的走路都走不了，跟条狗一样。每天晚上，昨天晚上跟他去一次，他妈的还浑身的就是说活蹦乱跳的，而且我们还走3公里路回家，他就哎不，我很累，我练了上身，所以我腿很累，所以我不想走回去，我打车。仓鼠王每天晚上练得头都晕，走路都走不了，还是要去了。所以我本来我以为仓鼠王跟图图都是同一种懒癌的人，但我一看到仓鼠王好像还可以做做化疗，图图是真没救。他是应该增肌啊。啊，对。他那么瘦，他现在吃增肌粉还有蛋白。那也可能瘦子不好练。瘦子也不好练，真的不好练。对，瘦子不好练。这胖子好练吗？也不好练，都不好练。胖子做有好练，你大爷！你做有氧的时候，你妈你要死了，大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你先升级嘛，把心肺功能提高。来来，上车走了，我要找空投去了。哎呦，这啥东西？哎，等会儿，好东西。啊！不知不觉，我已经坚持差不多一个月了。我再过多把这周练完就一个月了，每天撞死你行不行？这边有个一天直播2档，还要挤时间健身，过段时间还要挤时间考驾照，还要挤时间看书。呀，果然时间就跟乳沟一样，挤一挤总能有。跟俺俩比。你们去外面去没？房间是房间，快过来。没有狙我们啊。在这里，他们几块钱。谁敢狙我啊？不去锤一锤吗？我想换枪。兄弟，我有18K 的。救命啊！接我呀！就这房间这一带。我还拿着 M16 呢。我是那儿。我听到98K 是山上的。这个地方。这里哎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蓝大妹你带我去拳击馆一下，我把 M16 换成 SCAR。 我等一下帮你打一顿下来， M4 你都有了兄弟。我不要 M4 就拳击馆就有那个 SCAR， 来过去帮我拿一下。5、6、3、5、6、2，给我 M16 实在太丑，啥都没有。我把想想吃了屎。我这个红点要不要？红点？要，红点要。哎，可以打红点还是舒服。咱们四有人要吗？红点，全息要不要？要。我这 M4 屁股啊。啊，那我就拿 M4 了。我在拳击馆练拳，你过来干嘛？来吧，那个动漫叫什么东西？我忘了。屁股老虎。Boss。我就不上那个机甲，就给你打吧。来吧！你妈个老妖妇！等一下，我声音怎样？我不晓得嘞，等一下。那就不上那个机甲，你去干吧。来，收起来，来。重新开始，看我的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们放个冠军奖杯在中间。来，看我28。裁判，等我。准备好。
别打下三路啊，小孩。老板，别把小孩打死啊。哎，你说了？没有，我就不小心掉下去了，我跳上。哎，他攀附了，兄弟。输了，掉出去了。本来能打赢这场比赛，输的惩罚就是拿好冠军奖杯。车来了。有车来了，有车。这酒吧在哪里？就在那房间。那房间人还没走啊？怎么？这个爆发一个狗头。哎，三轮车停了。看到人了。看到。被别人狙杀。他被别人被上面爆了。没有。被上面爆了。哎，上面的人在车边上车。一个。小心酒吧开！我压了，再一下，死了。左边一把八百秒酒吧开，右边一把八百秒酒吧开。左边那个树本来是我爆的，被人抢了。那我来右边的吧。右边那个小心给我啊，不然打死你。那我就给我留个包吧。菜逼不配舔包。那不动漫我看了。哎，这里有四倍秒，哦不，这里有三级甲。来，我要一下。这个橘色音给你留起来。啊，那里有三级甲，要不要？那动漫看了好看吗？好看啊，音乐 BGM 特别燃呐、啊。哦，好看的样子。啊、那个打拳的那个是吧？这 boss。对呀、啊。贼帅兄弟，真的好看兄弟，哇靠，而且那个永力贼真男人兄弟，但是只有十几集啊，看不爽啊、哎、大结局出来了没有？这周出吧，他应该没有第二季的，应该没有第二季的。大叔眼睛都瞎掉了，你拍你妈第二季啊？没有，他那个那个永力贼男人兄弟，他跟他那个机甲结为一体，然后直接做手术，把那个机甲从他肉里面直接割肉给他割掉了，就是要跟宙直接来一个真男人之间的对决。就直接就不上东西吗？就干嘛？对、啊，然后他是割生肉一下把机甲给割下来，直接五天五夜直接就是，他妈的、那个、做梦都要被痛醒。那个进那个决赛的那个跟那个就打的那个、什么东西？那个比叫什么？就是第二名的那个狮子。是那个狮子，哇，好他妈菜啊，兄弟！哇、哦，菜的一批，一看就是内幕上岸，完全靠机甲，垃圾。一开始我以为这个会很强的。扫。两人车。拜谢啊！开嘴！我无了，兄弟！哎，别打了，我哥！这两个一动都没啊！哇，弟弟，你为什么打我啊？我没打你啊！你打了我一枪头！我啥时候打你了？没有，我都没开枪。看我的后面看我后面啥？你说话！兄弟，我都没有开过枪。啊！闭嘴！堵不堵啊？谁开楼下吗？这他妈能看得到我的吗？我就是你没。你们三个人在玩你妈呢？怎么可能是我被手雷炸到了，兄弟？被手雷炸到了，一颗雷，一雷三命。哇！你们他妈真的菜，兄弟！可能是我打的。谁告诉你一雷两雷？哇，真的菜！